位在海岸路的保圣公主是保生大帝，他是北花莲地区唯一的医神。农历七月份举办了中原普渡，特别邀请到捷安乡长游淑珍担任主祭，同时呢也要把普渡的物品捐赠给捷安乡公所，希望可以转赠给乡内的弱势家庭，让公庙信众的爱心发挥更实质的效益。位在海岸路的保圣宫主是保生大帝，是北花莲地区唯一的医神。农历七月份举办了中原普渡，特别邀请捷安乡长游淑珍前来担任主祭，也祈求社区平安，人民健康。保圣宫保生大帝是掌管所有身体健康的一个尊神，也是在北区花莲甚至于捷安乡唯一的一间医神的医师庙。我们相信在现在的社会里面，不管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心灵的一个安定跟健康，都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开启守护的。我们相信用虔诚的心意来借由中原普渡来布施，我相信这也带来了保生大帝的慈悲，未来这一些普济品能够送到所有的弱势家户关怀户的手上，也能够带来心灵的健康，还有身体的护佑的一个祥和。我们谢谢保圣宫。保圣宫保生大帝除了护佑信众健康，这一次中原普渡物资也要捐给吉安乡公所，请公所代为分送给乡境内的弱势家庭，希望可以让保生大帝的慈悲照护到更多的民众，也让信众的爱心发挥更实质的效益。记者会前乡报道。